捉梦想，捕捉爱。Hello， 捕梦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徐寒。你自己名字的含义是什么？爸妈跟我说，我出生的时候是凌晨四点，然后这个寒字的含义也是雪后出晨，就是早上天快要亮的时候的那个时间，所以说那时候我爸就给我起了寒这个字。那你的家乡是在哪里？家乡在广州。啊，那就用粤语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吗？大家好，我是徐寒。还有什么用粤语可以对我们粉丝朋友说的话吗？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中意我，关注我。你认为你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什么？优点应该是我对自己的个头还比较满意，然后缺点的话就是我这个人如果说压力一大了，一紧张了就容易说梦话，就是什么银行密码什么就嘎嘎往外说。我的银行卡密码是就不告诉你。那你有没有就是曾经说过梦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记得那时候大概十来岁吧，嗯，发烧，每八个小时要吃一次药，然后正好其中一个时间段就是在夜里三点钟左右，那时候我睡得特别迷糊，姥姥就夜里三点钟灌着药到我房间，然后叫我起来，那时候我没有一点印象啊，我坐起来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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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姥被吓着了，他一下他以为我在跟他说话呢，然后他就问我说快点什么，然后我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然后就问我什么来不及了，我什么都来不及了什么。然后他才发现我是在说梦话啊！那当时你梦到什么了呀？我没有，完全没有印象了。是后来我第二天醒了以后，我家人才告诉我，才知道啊，我夜里有说梦话这个现象。然后你刚才说你的优点就是因为你长得高，所以你从小是吃什么长这么高的呀？小时候吃鸡腿吃的特别多，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现在长得比较高。那给自己的颜值打分的话，一到十分打几分？六分吧，六分吧。及格。那剩下四分扣是为什么？不让自己太骄傲嘛，还有进步。不让自己太骄傲吧。那用三个字形容一下自己的性格？吃货，佛系，倔。那怎么倔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一旦自己认准了一件事情哈，就基本上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就属于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把南墙拆了接着走。就从小家人都说你挺倔的是吗？我平时的性格属于比较随和，但是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可能就是说比较坚定，就不会动摇自己的。那吃的话有什么好吃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吗？哎呀，喜欢吃的东西太多了，我平时自己在家也会自己做点东西吃。就自己是什么星座？金牛座。那你金牛座的特征是什么？对于金牛座来说，唯美食不可沽足啊。然后第二个金牛座的特质就是比较钻牛角尖儿，有的时候自己认准的一件事情就是十头牛都拉不完。请用彩虹屁夸一下《站在你的角度看我》这部剧。新剧《站在你的角度看我》一定要去看。2019年，如果你不看这部剧，这将会是你最大的损失。你觉得你和金鹏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在于？相似之处很多，比如说像我们俩这个眼睛比较像，鼻子比较像，嘴巴比较像，个头比较像，声音也比较像。不同点啊，就是金鹏这个人物，他其实是一个特别的张扬，特别的外向，然后他很广交朋友的一个人。我这个人相对宅一点，可能我平时更喜欢就是待在家里边，然后自己消遣时光的啊。那所以如果说你宅的话，你一个星期最多可以几天不出门啊？这个我没算过，但是好像我可以在家宅个两三个星期没有问题。是吗？那洗头吗？请问头是肯定要洗的。头肯定要洗。你最甜的一场戏是什么呢？我记得在剧组拍戏的时候有一场戏，那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喝了两泡桶的可乐，真的是甜到了心坎。是甜齁了是吗？对，齁上了。那你喝了这么大两桶可乐，你去厕所去了多少次？哎，我跟你说，这是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你如果说你喝的两大桶是水的话，那你可能你一晚上可能会跑好几趟厕所。对，但是你喝下去的是两桶可乐，它里面的糖分因为太高了，所以说那天晚上给我的感觉就是所有的可乐全顶在胃里边，就一趟厕所没去。那所以就是你是不是再也不想喝可乐了？啊，戒了，戒了。我原来还算是挺喜欢喝可乐的一个人，但是自从拍完这个戏以后，我到现在了半年多了没碰过。喜欢你支持你的人会怎么样喊你呢？有会给我一些昵称，比如说憨憨啊。然后甚至叫我儿子的都有。那你可以接受叫你儿子吗？接受，完全接受。我觉得这是观众和粉丝朋友们对我的一种爱，所以说我觉得特别好。那所以你觉得是妈妈粉多还是姐姐粉多？这个我觉得都有吧。这个我自己我也没有统计过。那生活中你是偏更阳光暖男一些还是偏更霸道总裁一些？啊，生活当中我不霸道，当然你需要我霸道，我可以霸道，我可以很霸道。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性格在生活当中还算是偏暖一点的那种。那如果说你是选小奶狗、小狼狗，还有一个就是小舔狗，还有一个就是禁欲系，你会选择哪一个？小奶狼行吗？是又奶又狼是吗？那可以就是给我们的镜头展示一下你小奶狼的样子吗？小奶狼啊，对，你说要是你自己提的，不是我挖坑吗？嗷呜！
我觉得这个不够奶，就可以就是更奶一些吗？太棒太棒，我相信粉丝一定会喜欢的。就是如果说你不当演员和歌手，你可能在做什么呢？我觉得我可能会去当粉丝养员，因为海豚这个动物它太聪明了，对，是，而且特别善良，特别聪明，对，从小就特别喜欢。好，那你有去就是那种海洋乐园跟那种海豚有亲密接触吗？经常去，是吧？经常去，对，这是我非常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海洋乐园。如果变成女生，你会愿意和自己谈恋爱吗？真变成女生了，我可能会找一个颜值更高一点。所以你是对你的颜值不满意吗？你还可以更好。那你觉得需要改变的地方是在于哪儿？哪儿哪儿都还可以再好一点。这个我对上限没有上限。就是在留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就是别人没有的一些特殊经历？有，刚出国留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对于国外，不了解，出了很多的丑。我记得有一次去国外的餐厅吃饭，还有小费这么一个概念。那时候刚出去不知道，吃完饭以后，人家把账单拿给我，然后是手写的那种账单。然后人家先写的是这个所有菜加起来的总价。然后又写了一个加完税以后的价格。然后还有一个加小费的，人家一般没写。对，不会写，自己看着给。把钱付完以后，扭头我就走了，走出一条街了，人家服务员拿着单子追一条街追到我，跟我说实在不好意思，先生，那个您需要交税。我一看，哎呦，天哪！我这恨不得找一个地洞给钻进去，赶紧掏起来给人补上。在美国学习表演的方式和在中国有些什么不同？在表演的理念上，东方和西方大同小异。从根本上，作为一个演员，其实他是把最真实的情感，传达和表达给观众。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东西方因为文化有着差异，所以说在外在的这个语言表达上可能会有所不同。你比如说，中国人讲究谦虚。哎，你长得好看，或者说你个子真高，那咱的回答可能说，哎呀，哪里没有，对吧？会比较谦虚。但是老外他不会，当你夸他的时候，他会欣然接受，他会跟你说，哎呀，谢谢，他会很高兴。其实你真好看。哎呀，谢谢。有一个尺度很大的激情戏的角色和一个从头扎到尾的角色，你一定要选一个，你选哪个？哇，一定要选一个。是。我可以两个都要吗？这个选择题只有小孩才做，对吧？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两个都要，我很愿意去挑战各种各样类型的角色。你认为大尺度的一个阶段是在怎么样？能播的前提之下，最大的尺度我都可以接受。所以你可以接受全裸了？全裸能播吗？可以，我可以帮你打马赛克。这些都是一些黑暗的饮料哦。黑暗料理吗？是。你在家里做饭吗？做。那你平时做什么饭呢？比如西红柿炒鸡蛋、黄瓜炒鸡蛋、豆角炒鸡蛋、炒鸡蛋，万物皆可炒鸡蛋。比较擅长的其实是鱼，清蒸鱼。那你会刮你鱼鳞吗？不会，一般都是在那个市场让人家刮好了。因为我比较擅长的是蒸。如果说女生不洗头，你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啥？不洗头，这个我觉得。你选一位。那就从他开始吧。好喝吗？这是这六杯里边最好喝的一杯，是唯一正常的一杯饮料。哇，我这么幸运的吗？那你还没有回答我问题。看时间了。你说要是今天，你说要是，我那个白的，这个不会就是普通的水？你喝一喝就知道，它可能是气泡水。泥一样的味道，本来喝多了有点上头啊。这不是酒，我们节目组会那么坑人。有点咸，然后但是又有点气泡，然后就是。你不觉得它很像破草席子味吗？就是那种，是不是有这很不可描述的一种味道。你觉得好喝吗？还行。可是你把这一杯都喝完？那还是。有人说是你亲妈粉，你感觉怎么样呢？被母爱包围着的感觉，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糖。感觉特别好。第一个。用悲伤的情绪来演一段站在你的角度看我的片尾曲零。我酝酿。你说你独自旅行，漫无目的，没有原因。你说你不要爱情，自己矫情，才会宁静。唱不下去了，再唱就哭出来了。挑战面无表情的读彩虹屁，输了的话就要喝一下柠檬汁。涵涵，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望之湖，我的罪恶，我的灵魂。
你知道吗？甜有100种方式，除了吃糖，还有每天99次的想你。别住！你的眼睛里有星辰大海，是被上帝吻过的孩子。我只想和你睡。说了什么？可以上场了，柠檬汁了。最后一句谁写？我只想和你睡觉，这是什么鬼？愿意吗？愿意，愿意。I wish to wish the wish you wish to wish, but if you wish the wish the witch wishes, I won't wish the wish you wish to wish. 好，我觉得这个是1.0版的，咱们来一个3.0版的。哇 ！I wish to wish the wish you wish to wish, but if you wish the wish the witches wishes, I won't wish the wish you wish to wish. Whether the weather be fine or whether the weather be not, whether the weather be cold or whether the weather be not, we will weather the weather.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好，请上柠檬汁。这是90%？这是99%。天哪！我再为你鼓掌了。哇！小曼，我的挚爱，将来你永绝尘俗的瞬间，不能没有我在你的身边。你最后的呼吸一定要明白地报告给这世界，你的心是谁的，你的爱是谁的，你的灵魂是谁的。小曼啊，你应当知道我是怎样的爱你。你占有了我的爱，我的灵，我的肉，我的整个，永远在我爱的身旁放置着，永久地纠缠。真的，小曼，你已经激动了我的痴情。我说出来你不要怕，我有时真想拉你一同死去，去到那绝对的死的寂灭里，去实现完全的爱，去到黑暗里寻求唯一的光明。3、2、1，来一段 B-box 吧。来。哇，好红啊！这是什么颜色？你知道吗？是什么颜色？你猜一下。给你3个选择：第一个是吃土色，第二个是桃花色，第三个是姨妈色。哇，真难为我这种直男了，直男癌了。印上去。对，印上去。感觉特别像大嘴怪。